是一个茶的算是量非常多的，整个南投县的茶产量占了54%，所以要喝好茶哦，要找好茶就要到南投县来。那大家都知道，10月份就在国庆日有那个茶博，那现在我们5月底6月初还有一个茶道节，而且这个茶道节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在地的春茶，而且要结合我们慈农教育，除了在现场你可以去品茗喝好茶以外，也欢迎各位能够到我们的这一些现场，我们的茶山去采茶，去看看我们喝的茶是怎么来的。也希望我们这个慈农教育公告也一年了，这个慈农教育能够落实到整个民众。那今天也看到很多外国的大使来到我们这边，也希望把台湾的好的茶艺能够行销到国外，尤其有日本、韩国的茶道师也要来跟我们互相切磋交流茶艺，也希望把外国好的学起来，也能够把台湾好的茶艺行销到世界各国。最后也祝福我们各位这一次摆摊的各位伙伴呢，能够有好的佳绩，也希望这一次活动刚好有2个礼拜六跟礼拜日，也希望全省的这一些好伙伴能够来到我们这个指南宫喝好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林副局长。